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选前到三山造势，常常涌进数万人。现在陆客想来玩，也纷纷指定要到三山观光。被询问的一个部分就有提到说，我们要到高雄的三山呢、啊？那我们说阿三山是佛光山啊，还有是我们的寿山啊，他们竟然想要看的是冈山、凤山以及旗山。高雄最夯的三山第一站就在凤山金五路，来这里可以先到龙山寺参拜，再到中华街吃韩总吃过的卤肉饭。第二站旗山高美一专，先到老街走走逛逛，再到糖厂吃冰。最后一站冈山河堤公园，大啖羊肉美食。另外，韩国瑜提出的爱情政见，陆客询问度也很高。业者规划游客可以搭游艇，在船上吃外汇 buffet， 一览港都美景。人进得来，爱情就跟着来；爱情跟着来，我们爱河就会更加的美起来。仿照韩市长模式，旅行社也发明洗脑口号，介绍爱河风光。随着韩国瑜当选，观光客开始进来，旅行社忙着规划行程，行销高雄，跟着韩流发大财。记者林正彦、李维珍，高雄报道。